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易柏成。我主演的《小哥哥有妖气》正在有视频里面火热播出。我主演的兔兔，听大家说，我都觉得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，变得比较腼腆害羞。那你们觉得我像哪种动物呢？就要继续关注《小哥哥有妖气》，还有更多的好看的人等你们去看。